我希望都能够听到我们民众的声音，我一定也要要求我们马仁市政府、彰善镇市政府，针对这重组的过程中，我们都希望能够重新来做检讨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董议员这边用心的指导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徐乐生议员是？对，我们才那个台湾地方的代表啊，我们郑董事、郑董经理啊，然后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啊，那总经理看到今天来了多少里长啊？不只是观音的。也有隔壁乡的，一人加油！今天呢，我请大家团结在一起。今天你们从入口进来就看到那么多的白布牌了，所有我们大南我们观音的通风总量已经超标了。现在上之前可能因为拍一次，这次换成订单，再下一次换台湾一家。那永远把这些污染带来观音，我们观音人不要的关心，我们要健康的身体，健康的关心。所以希望那边开这些无家的会，我们都是不欢迎，对不对？对。把这三个传感出去，我们观音人好，要健康，不要污染。好。所以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呀。就是不要污染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许议员。那接下来吴立昌议员的代表。因为吴议员他有公务外出，他有交代他的助理，他有录了一片视频，那我们等一下播一下。Thank you。
让259位员工措手不及，一
全世界公认仍然是有战争风险最高的地区。以台湾公公司以及纳米企业公关公司在全世界各地有类似的工厂，可以吸收在台湾这边的产能，所以有就这样台湾公公司关于产生的量。所以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是帮台湾制造解决问题，是制造更多的困难。我在这边沉重的呼吁，我们所有的欢迎乡亲应该勇敢地站出来，我们不能再接受美商也好，台湾执政党也好，现在的三三政治也好，我们一定要来一起反对，一起坚持桃园科技已经要按照原来设置的时候的规定，不容许燃烧 SRF 发电厂来设立，勇敢向台湾地方公司说 no， 请你离开欢迎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
需要政府来监管我们这样子的行政。所以市政府这边，我是希望不要再开展会，应该由政府来主办，跟大家说为什么当初要核准这个。